不过这场艺人贾静雯和丈夫孙志浩跨海争女的案件，现在贾静雯委任律师已经向法院提出假处分了，不排除在第三地要争夺女儿的监护权。贾静雯频频出招，但是现在根据中天新闻掌握的独家消息，孙志浩也决定要打破沉默了，打算在今天委托一对夫妻召开记者会，澄清外界种种疑虑。不然我跟魏先生怎么样的争执，我都希望他能够回来跟我面对面。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我的宝贝。三年前，贾静雯主动开记者会，声泪俱下。四个月没有看到女儿吴彤妹，贾静雯彻底崩溃。隔了三天，4月6号，贾静雯采取法律行动。假处分就是纯粹针对暂时停止孙先生的监护权的部分。小孩如果在境外的话，变成贾小姐一定要耗费比较大的成本去境外去找小孩去诉讼，所以这样子确实对贾小姐而言是比较不便利。已经提出假处分要暂停孙志浩的监护权，律师表示孙志浩再不回应，不得已才会走到这一步。如果孙先生再不回应的话，我们会倾向于建议贾小姐提离婚诉讼。贾静雯频频出招，孙志浩也开始打破沉默。根据中天新闻掌握的独家消息，孙志浩决定在4月7号开记者会，会委托一对夫妻帮忙发声。孙志浩认为贾静雯说法和事实有出入，不过为了女儿好，孙志浩不会主动离婚。贾静雯先发制人，孙志浩也隔空回击，争女风波看来短时间内还有后续。中天新闻郭望舒、蔡孟真台北报道。